玩把卢仙打野，手感火热，操作一下。再把抓中下吧，上路搬不了，上路是狗头，下路有莫甘娜、中单、潘森都有空，再好配合。我依然听得到邪恶之地的歌声。没野吗？那这奶爸过来一下干嘛的？我被骗了。我为他过来插眼的。死在我手里是罪有应得。这把带着魔抗得拉一下，不然有点伤。黑暗在我身上打下了烙印。回个半血勉强够用嘛，这莫甘娜把 Q 交掉了，落下视野了。感觉不会死，但是稳一点嘛，有一定的概率会死。他们说我是恶魔，说的没错。我更新了装备了，只要不被他E到，他打不过我。如果是裸装的话，这波就不能跟他打了。但是我多了一个十字镐，中路感觉要被越了。吸血鬼这波要升六，等一下我，等一下我，我红还在呢。每天都有一个人忙碌的早餐。有人在打龙吗？我怎么感觉没有啊？队友要打大吧？其实打龙不太适合我们这种英雄，太拖节奏了。我们的心永无止歇。你不开 W 你就得死，回家把狂风买了，无敌了。你只要能抓到人，你玩的打野又有伤害，你都能玩，还有一定的刷野效率就可以。前提是你要能抓到人，这版本就是要抓人的。你要是按照以前的刷野的打野的方式去刷野，你就很不适应这个版本。但是你要是抓人，你就会很喜欢这个版本，玩一些打架强的英雄。到处打架，到处抓人。
那抓人发育多快，当时杀下这个等级更浅。这狼人得过来。草原上还有比黑影更坏的东西。而被他吸附跟上了，大打断了。狼人还是太笨了，这台 OPG 一直显示他有个 T2 的强度，我觉得并没有，这东西 C 不了。我想出训练的钱不够，直接出个西南刀吧，不是，直接出个这个蓝青雨。可以，海克斯这个地形我喜欢。这狼人感觉有点生气了，他。人的恶生长于自己的影子中。有点脆啊，这我伤害太高了。无敌了，回家来个训练。 不行，要被卡格子，再削掉一个刀来。这训练出完的话，这个可以打双翼了，而且这大伤害很高，差不多一万血，最后来个吸血就好了，续航一下。 我只能说这把从现在开始，这把我一次都不会死。吸血量不够，出个引魔刀，不是不是引魔刀，出个引血，有个盾就等于引魔刀了。这狼人半天不二，他刚才是二空了吗？还是没二？搞得有点慌。
我就吸点血了。可以，这把整活很成功。伤害最高这把。